太真了，太真了，让我再给你们加一点趣味性吧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啊，都别想出去，给我留在这里。这里有可能，这里有可能，试一下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这里它有一个夹层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里有个夹层，试一下。哎呀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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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不要卡住啊！哎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我就知道这里有夹层哈，这里有夹层，看到没有？只要用下落攻击就可以，就可以下来，就可以突破这个水面，突破这个水的限制，直接进入底下的夹层，看到没有？莱欧斯利的副本，传说任务副本，这里有个夹层，很隐蔽的夹层哦。来来来，啊！好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咱们重新卡吧。可以，我又下来了，我又下来了，漂亮。找一下有没有出路吼，找一下有没有出路，哪里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闪回。哎，真的有哎！你们看这个草，这个海苔啊，不对，这个苔藓，这个什么东西，它飘在这里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，飘在空中。这里有个隐秘的房间，没啥用。看凡尘，找一下哪里能出去。两边都是水，不能出去。那这边不让出去啊！你们看这里，风起，哎呦，传送墙。没叫你跟着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全队阵亡。从左边，从左边迂回，然后往前方走，往前方走，看看前面能不能站稳脚跟。站稳，漂亮，是模型哦，是建模。可以，都是建模，漂亮。哎，这上面的绿色的难道就是传送墙吗？看到没有，这有一块模糊的区域，难道这就是传送区域吗？那下面应该是安全的咯，应该传送不了咯。在这里做个死，看一下下面这些像迷宫一样的东西是什么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哎，这全是贴图，我靠。但是环境变了，氛围变了。变得好阴森，好吓人，真的像牢房一样，但是都贴图啊。哎，下面还有地板，哇，下面真的还，妈的，地板是假的，我干，我靠，怎么会呀？你还有不应该是这个尿性啊？他应该全都做模型了才对，他怎么会这么多贴图呢？飞比跑快吧，飞比跑快吧。只要绕一下啊，他这个程序员摸鱼啊，他怎么可以只在这里放一个传送墙呢？他应该全都下面布满传送墙的。你看，轻轻一绕就绕过来了，真是没用，知道吧？啊，这边好像看起来有不是贴图的东西，有建筑，有建筑，哦，真的是哎，真的不是贴图，真的有建筑，看到没有？漂亮。哇，下面发光的地方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就是光源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莱欧斯利副本的光源。哎，哇，这里有夹层，你不能让我多待一会儿啊！怎么就给我传送了呀？那还有好多地方我没看呢。我在想一件事情。我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跳关呢？就他这个设计，如果我跳关了，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吗？但问题来了，他这么多建筑，我不知道哪个才是下一关。那边有个传送墙，看到红色的区域，跟雪一样的颜色，看到没有？那红色的区域，我怀疑它是传送墙，真的，我刚刚一进去就没了，一进去就传送了，这什么警戒区域吗？还用红色的贴图来在做标志啊？那我是不是要绕过这玩意儿？绕一下，哇，这真的被红色的东西给围住了这个地方。啊！我就知道。呼呼。哎，我听到水流的声音了。
有流水的声音刚刚。不看凡尘。那边有个夹层，我感觉那边有个夹层，试一下那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是贴图，我知道。哎，怎么又到这个红色的围墙这里了？哎，这里怎么站得了人的？我刚刚是往右边，哦，我好像绕了个圈，好像绕这个秘境一圈了。我殊途同归了，回到这里了。我干，我要怎么破解这玩意儿呢？放个荒心能不能免于传送啊？来这个地方登个顶不过分吧？看起来是挺过分的哦。你看都给我刚说完就给我传送了，哎呀，真的是没有一点气度，设这么多传送墙干嘛呢？不讲武德，拜拜，也不干了，也做任务了，好吧？啊？水升上来了，这样就能上去了呢。哦。哎，我留在水下了，怎么说？哎，我留在水下了，家人们，我把自己卡住了，然后我就留在水下了。你们看，我半个身子都露铁了。我靠，莱欧不愧是铁人吼，直接把脑袋插进铁里面，太强了。好吧，就是穿模了，其实，但他不让我下去。你们看这个莱欧的腿在这里摆啊摆，摆啊摆，摆啊摆，好色哦。不对，我该怎么出去嘞？我把自己卡在这里了，虽然欣赏了别样的风景，但我要做任务啊，不是吧？哎呦，不对吧，兄弟，让我出去啊！我他妈卡在这了啊！我就在那上升的时候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游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来点惊喜。你给我来惊吓是吧？不至于吧？有脱离卡死吗？有没有脱离卡死啊？你这一点不合理啊，你这个。怎么能没有脱离卡死呢？五马切换目标角色啊，切人有什么用？这水下还淹不死，还不让传送，我干了！我笑了，我真的笑了。我现在被封在这里了，我被封印了，我。可以独挡吗？谁告诉我可以独挡的？我不能重新做剧情啊，那不合适啊。你们想，我们正常做剧情，你就算不是故意的，你也有可能不小心游到这里来被卡住，是不是？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是不是应该给一个脱离卡死的按钮，是不是？我服了，你这脚怎么还发光啊，我操，你这脚怎么还带特效的，这个脚还会发光，还会闪这个冰元素特效，我靠，冰脚。非常好的 bug， 这时候我双脚旋转，去角色试用，好想法，试用一下，看看回来之后会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回来之后剧情没了，我一定要骂死这个设计，太抽象了，刷新一下好不好？我要重新过一遍剧情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真的是日了肚鸡噎了，我真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所有人都要安全的带出去。明白了，公爵大人也要当心。弄出来，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执行。哎。哇真的有打开耶，哇真的有做耶，他真的有把这个做出来耶，他真的有把这些细节全做出来，他把牢房都打开了，把人放出来了，太真了，让我再给你们加一点趣味性吧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，都别想出去，给我留在这里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笑死我了！哎，一个个都会穿墙法吗？那你们是怎么被关在监狱里的？告诉我！一点都不合理。你回去干什么？
你好，哎，又穿墙了。我要看看你去干什么，我跟踪你。哎，这个 NPC， 哇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他在沟通，看到没有，他在沟通。哎，他不怕了，哎，他走了，可以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带上他一起走呢？怕我把你们分开？放心，分不开，没关系，我有钟离。臂力千仞，看我操作。迷奸不摧。哎，犯人还没带走呢。嗨，不是，你不看，你们回头看一下他。你看。他都不看人有没有带走，他就走了。不过这个犯人自己会穿墙哦，漂亮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玩。啊、哦，就哎，都可以对话吗？梅洛彼得堡的看守已经控制了这里大部分的区域，你已经没事了。啊，真的可以对话哎，还有这个互动哎。如果我们做剧情做快了，是不是见不到这些互动了？哎，真的好细好细。哦，只有一个互动啊，那没事，他只做了一个。拜拜，下播了，拜拜，我去剪视频了，大家晚安，8点多了，我去剪一下视频哈。